是今年是品味市集哦，那我们在一月十四、十五的时候也还有市集，也欢迎各位在一月十四号、十五号来参加哈、哦。那我们彰化的月饮当季呢，也在一月十四号就开始啊，所以说你在一月十四号的话，也可以再度来到我们的美术馆参观市集，来购买市集之后，到我们宝冠山来参加参观这个月饮当季啊、哦。那欢迎大家，也感谢大家。首先先祝福我们所有的乡亲哦，这个兔年行大运，然后呢能够红兔大展旺旺来。那我们都知道过年的时候大家呢一定会大扫除，然后会贴春联。那文化局每年举办的这个春联都是大家非常抢手的哦，那都为大家邀请各个协会的理事长还有我们的书法大师一起来共襄盛举哦。那这一次总共提供给我们的乡亲有大概有500幅的一个这个啊书法，让乡亲们能够呢啊找到他喜欢的老师的一个字句来做这个啊索取。那这个每个词每个句都是非常吉祥的，也在这边祝福我们乡亲来年都能够顺顺利利、平平安安。那在这边，那也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表演，像刚刚的就是我们彰化自己的好子弟哦。那这个邱姓两个子弟，他们呢在彰义高中毕业之后，那现在呢针对唢呐、针对笙都有非常这个杰出的一个这个表现哈。那另外在旁边我们也有市集哦，那我美术馆里面也有我们的这一次故宫国宝彰化游2.0的一个部分，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也在这边恭祝大家新的一年都能够红兔大展啊，扬眉吐气。我们今年呢即将也是建我们建县要300年了哈。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也知道今年的过年总共有10天的一个假期，所以呢除了我们大概有在7-8个乡镇他们都有非常漂亮的这个花海之外，那我们呢这个在我们美术馆里面一直到2月28号有故宫国宝游彰化，连我们的春节也都不休息哦。那我们在八卦山上面呢，从1月14号开始有月饮登记，在西洲公园这边我们有这个一系列的大年初一到十五的这个花在彰化的一个活动。这次比较特殊，又把花在彰化拉到田尾，那还有一些跟民众互动的一些游戏哦，那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春游到哪里，彰化会是你最好的选择。